他是许光达，湖南省长沙人，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大将，是新中国为数不多拥有黄埔军校和留苏经历的将领。作为新中国的装甲兵之父，不仅学识渊博，善于开拓新局，而且高风亮节，虚幻若谷。三次申请将衔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。